其实我觉得从小，我觉得父亲对我来说，他就像是一个魔鬼一样，一不如意或者是不顺心，反正他就是喝酒。那他只要喝酒就是会打人。有时候我父亲曾经也对我讲过一些很残忍的话，像他说啊，我没有强暴你们，就是你们的福报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很难想象，就是爸爸是爱小孩的。那个时候我爸爸过世，然后开车回去的那个路上，我突然想起那个跟我传福音的姐妹跟我讲说，阿爸父神很爱我，他是我们的父，天上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对神发出了一个怒吼，我说我不相信你是神，我也不相信你是我的父亲。如果你真的是神，你爱我，你怎么会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在地上这样对待我们？你怎么会眼睁睁的看他打妈妈，打我们这些小孩？我真的听到那个声音对我说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你的父亲。我本来都没有哭，就在那一刻我就崩溃，我大哭。原来我才发现，其实我很渴望，我很渴望我的父亲爱我。上一万特别注意到融合哥传讲的一个讯息，就是一个天父的爱，他就讲到父亲，然后也讲到饶恕，觉得 OK 好，我可以放下，而且我也愿意，然后那一次我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释放。可是我觉得神的意思还没有结束，一直到后来又有传讯息的人，我又再次听到跟伊万很接近的讯息，就是我要代表你们地上的父亲，他对你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他要跟你说对不起。哇，我那一次我也是崩溃大哭。我知道我的父亲，他即便他已经过世了，可是我感受到了，就是他对我的一个不好，他其实也很抱歉。然后我也看见了，原来他的小时候也是爸爸妈妈没有给他爱，都不被爱的一个状态下，他很难知道怎么爱我们。神不是也说了吗？凡是你们在地上的权柄，都是他允许的嘛，是他所赐下来这个权柄。但是我一直以来我并没有真的非常尊重我父亲，我没有承认他是我父亲，但是我的存在是因为他给我的这个血缘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在那个祷告当中，我就是跪下来跟我父亲说对不起。在那一刻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圆满。我觉得神在医治的这个过程他是很神奇的，他绝对不是一次哦好你就好了，其实他还有更底层的问题，但是他会慢慢浮现出来，而且神都知道，神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。如果不是神的带领还有他的医治，我觉得我一直活得像孤儿一样，然后也因着神的爱充满了我，让我再次看见，原来我的生命是充满了一个恩典跟祝福了。一切荣耀归给神。